进去。 Je pensais avoir affaire à un monstre, et c'est ça qu'on m'apporte. Trois coups de poing, il va s'écrouler. Trois coups de poing? Vous vous sous-estimez. Ce gars-là, un coup de poing et c'est fini. On verra bien s'il fait l'affaire. Hey, 有冤，有冤，我们的巡警能把你抓进来吗？啊，赶紧爬两圈，让贝大人看看，待会儿啊，把贝大人伺候高兴了，嘿，兴许啊，早放你出去几天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我是被人陷害的，请官府明察。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法租界，没官府，甭管什么事儿。 都是我们贝大人一个人说了算，哼！让你爬你还不爬？待会儿贝大人一不高兴，一枪崩了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堂堂七尺男儿，你凭什么让我爬？嘿，你等着，梅西，梅西，faites le rampe。 好。 你会咋耍？问你话呢。嘿，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位就是法国领事，法租界公益局董事长贝特朗贝大人。领事大人，我没有犯罪，你们抓错人了，请立即释放我。我徒弟小五被奸人所害。 他才11岁，我要为他讨回公道。徒弟，跟你学的什么？你是杂耍？<笑>你刚才跳的不错，像猴子一样灵巧。再跳一个。领事大人，哎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不要叫我的官职。你刚才说我的属下抓错人了。 这样很不好，他们一生气，你就永远离不开监狱了。枪的力，大仔，哎，告诉这个会杂耍的，他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是，听好了啊，待会儿呢，我们贝大人呢，想跟你练两下子。哎，你要是禁得住他一拳。 今儿晚上给你肉吃，你要是扛得住他三拳，连续3天给你肉吃，怎么样？啊？我没兴趣跟他打拳。啊呸！还兴趣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！当着我们贝大人的面，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？贝大人，打他！我打赌他扛不住您三拳。我要是输了，我给您学猫叫。 你的主意不坏，就这么定了。好嘞。练过。练过。你别躲啊！再躲毙了你。你这不是杂耍，你练过拳。 你若能扛住我三拳，我会考虑放了你。那好，就三拳。好。 好拳，魏大人，您这拳漂亮。承让了，三拳已过。
请兑现你的诺言。好，我考虑。哎，魏大人，这……考虑好了，我要解开你的手铐脚镣，你我来一场真正的对决。你。 身为一国领事，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？没有啊，我刚才说，假如你能扛住我三拳，我会考虑放了你。现在我已经考虑了，但结果是不放你走。你是我见过的东亚病夫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，太难得了。你留在这儿跟我练拳。 我会天天给你肉吃。我说过，我对和你打拳不感兴趣。你们洋人自诩开明，崇尚自由，请不要无视我的尊严。先要尊严，哎，除非打赢我，揭开手铐吧，不然会被我打得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啃泥巴的。这是在中华的国土之上，西洋人，请收起你的野蛮。 没事吧？你打的是什么拳？中国拳。哎，狂妄自大！枪毙！枪毙！枪毙！枪的力，你输了。啊？薛猫叫。啊！哎，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薛猫叫，薛猫叫。哎哎哎！喵。 中国拳还厉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霍元甲。哎，霍元甲，他就是霍元甲。怎么，你知道这个人？霍元甲在天津卫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老百姓都叫他金门大侠。 大侠。